也是我们平安游的大型虾，同学们欢迎你。接下来呢，今天这一组，他来什么分大型的虾，价钱先做，这是呢，今年今天这一组。好，一说话有什么几个？今年最大组的，今年是最大组的，中国中央老总共，啊，今年这是第几个组？也是我们平安游的。价钱先算，啊，新鲜的价钱，好，要充分的赶快，要做的赶快，像怎样，要办的，要充分的赶谢谢您，也是我们老座，也是平常就在。
今天这个夜巡跟我们台湾女性呢，就是牛奶红红。接下来，这个我们台终于跟我们终于来领奖。Thank you.